这边捉迷藏玩法经过调整，然后我们来试玩一把吧，看在调整之后的一个强度。这边约瑟夫放了只狗狗，我们到二楼吧。正常一般他们都藏在二楼，又或者在废墟那那一块。我们从鸟笼封他路。困惑的约瑟夫，医院应该只有一个吧，我们去废墟那边看一下。哎，这边看到那个跳的椅子了没有，在上面。哎，这边还有一个。哦，三个。你们这群人干啥？好家伙，在这边开 party 呢，这是。哎呀，再见了，沙又拉拉。啊！那是。在跑的那一个应该是小女孩吧？真把这个完成了跑酷了呀！可以嘛？这个小女孩还是要从上面跳。要把它砸下来，不然的话解决不掉它。Nice， 一锅端了呀，小可爱。这个可能在大门，也有可能在医院。最好就是叫搭档放一只狗子在这附近，好判定位置。他们有可能在医院里面，也有可能在那个，三板那边，这位置不好看到。哎，但是我听到一个跳的声音了。Nice， 他应该会上二楼。我们这边放下这个。下去了吗？哦，下去了。他什么时候下去的？听到了那个声音没有？有一个呼吸喘息的声音，应该是这个。小马还临死前放出了个娃娃。魔术棒的话现在已经被削过了，它那个变身一个范围不会特别的大，也不会说穿越什么模型什么的，从高处到低处那些。好，这边还剩下最后一个。这位置在这附近，他应该跳到上面去了吧？没有，没有，那应该往这边爬一下吧，走直线爬一下。队友放了一只狗子，你不是有狗子吗？你狗子指哪呀，大哥？角落。所以叶师傅你来干嘛的？他好像就拿了一刀吧，这叶师傅好像就拿了一刀。好家伙，好家伙。你搁这里逛街的是吧？